你知唔知未来30年，全世界预计会多25亿人口喺城市居住？人口增加，随之而嚟嘅系资源紧张，点样应对城市负担？智慧城市透过数码及传讯嘅创新技术，提高城市居住嘅生活质素，仲带嚟崭新嘅经济增长机遇。由空气质素到日常出行安全，再到水电等等生活必需嘅资源，智慧城市令每个生活细节变得更美好、更便利。喺传统基建加配数码元素，有助精简营运，而运用科技同数据协助决策，相信亦令我哋对未来生活更能够运筹帷幄。而喺应对传染病或者天灾嘅时候，智慧城市科技更有助更快捷咁提供关键服务。着眼智慧城市，掌握投资先机，即系摩根明日趋势多元策略。